ครับผมสายโยกทุ่งมะม่วงมินี่สปอร์ตผมชกมวยมา300กว่าครั้งมวยไทยมวยสากลและคิกบ็อกซิ่งครับครับผมได้มาชกรายการขู่หลิงกงซึ่งเป็นรายการใหญ่และมีชื่อเสียงที่สุด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ขอให้ชาวจีนช่วยเป็นกำลังใจให้ผมด้วยนะครับเชิญครับครับสำหรับฉายาของผมวูดแมนเนื่องจากตามสไตล์การชกของผมคือความรวดเร็วดุดันคล่องตัวถ้าผมโอกาสเห็นคู่ต่อสู้จุดออกเมื่อไรก็นับทันทีครับสำหรับคู่ชกของผมมันจากค่ายอู่หลิงฟงเป็นนักชกที่เก่งและมีชื่อเสียงท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ผมมีอย่างหนึ่งมาชกรายการนี้เป็นรายการแรกและเป็นรายการใหญ่และมีชื่อเสียงถ้าคุณคิดว่าแน่คุณคิดว่าเก่งเดี๋ยวเจอกันวันที่3มันชกกันยูชิงชะอีหลัง雷锋训练营的双响炮胡亚飞，胡亚飞今天的状态他说是达到了2015年最强的状态，在今天比赛上场的时候他的教练说，胡亚飞你如果能赢了鲨鱼狼你的出场费连升两级，我们祝愿胡亚飞今天能够好运，也许这是一场历练，也许就是你一飞冲天的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age 21, weighing at 70 kg, standing 177 centimeters tall, with a fighting record 10 wins, 9 losses. Fighting out of China, Hu Yafei! Hu Yafei!
场上裁判员陈磊，比赛现在开始。众期待的明星战哈，此刻狼真的来了。哎，狼王鲨鱼狼胡亚飞。其实赛前这场比赛大家也是众说纷纭哈，胡亚飞也是压力挺大的。对，在赛前几乎九成的观众呢都认为胡亚飞这场比赛是必败。对，是因为双方啊确实啊从这个年龄上，从这个经验上，从资历上，从荣誉上，确实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是我就特别欣赏，其实刚才呢胡亚飞当时那个刚才那个宣传片当中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每一座山峰总会有人超越。没错没错，这场比赛呢就像我们主持人说的啊，这是一场有可能一战成名的一个比赛。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吧，鲨鱼狼 WMC TIFI 的世界冠军伦皮尼，08年加南农07年的双冠。伦皮尼是147磅，加南农是154磅，全泰呢147磅最强选手 WBC 亚洲拳击冠军。好，胡亚飞上来的这个状态还是非常的生猛。哎，其实从2008年3月到2015年9月呢，鲨鱼狼到目前只输过3场，一场在四回合跟肖沙皇，也就是四大泰拳王之一的肖沙皇四回合后点负，和迪伦萨尔瓦多，也就是点胜 CT 三的那位，由于自己的脚伤弃赛，导致被判为 TKO。另外第三个就是穆罕默德卡拉玛，两次战胜 K1 冠军罗宾的这位选手呢，肘切鲨鱼狼。由于鲨鱼狼的这个豁口过大，就跟我们今天晚上另一场比赛一样，被终止比赛。所以鲨鱼狼到目前为止呢，几乎还没有被 TKO 或者 KO 真正的击倒过。胡亚飞双响炮啊，2010年功夫散打王的冠军，2010年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的冠军，2011年北京武术散打赛的冠军，2013年来到大东翔，2013年70公斤的新人王，2015年全国大学生武术散打锦标赛75公斤级的冠军。在这场比赛中，胡亚飞不管从年龄、从身高、从臂展上都是有优势的，就看他怎么能利用自己的方式。而且胡亚飞，成名作就是自己的双飞腿嘛。对，那其实他的远距离和中远距离呢是自己表现非常出色的，也就是正好能发挥自己的这种身高臂展的优势的。是，从数据上来看，胡亚飞1994年1米77，而鲨鱼狼呢1983年1米72。但是从擂台上我们看，鲨鱼狼好像差不多，两个人个头差不多，感觉鲨鱼狼的这个可能好像还更壮一些，哎，维度更大。嗯，鲨鱼狼很擅长自己的内围肘切，但我们的比赛中是不允许用的，重拳以及自己的重腿，是一个比较全面的选手，能拿到现在的这样的荣誉的每一个泰拳王都应该说漏洞并不是那么大，所以对于胡亚飞可以把握的战机呢，也就只能随机应变了。胡亚飞也说呢，非常相信自己的临场发挥的能力，不知道今天他这个临场发挥能力到底能有多强。好，胡亚飞的拳法连击，来了一轮，这个命中率还是可以的，这组还是很有气势。哎，我们看鲨鱼狼的这个头围啊，脑袋明显比这个胡亚飞大好几圈，这样的话靶子就比较明显一点。鲨鱼狼本人身兼泰拳和拳击两个冠军，我相信在赛前我们看到好多这个视频也知道他还有点像，自己的拳法很好，泰拳的腿法也很好，但是合起来并不是那么出色，也就是在这个整合的能力上还差一点。这是刚才看到的那一组狼王鲨鱼狼的这个斜线的切还是挺厉害的。
第二回合狼王鲨鱼狼应该会在这一回合发力。哦哦，胡亚飞连接，是先发力的是胡亚飞，先开始发动猛攻的是胡亚飞。胡亚飞已经摆脱了他曾经只善腿法不善连拳的这个方式，在赛前大东城的教练也给他进行了大量的布置。在一周以前我采访胡亚飞的教练呢，他说胡亚飞自己其实拳法和腿法都不错，但是怎么整合起来是我们这一周主要的课题，看来整合起来了。看来这一周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没错，胡亚飞赛前压力特别特别的大，而且体重在降重的时候呢也是情绪非常的不好，但是在即使情绪非常不好的时候，我们来问他的时候呢，胡亚飞也说我自己自信，我相信大东翔能给我带来胜利。连续的拳，高密度的拳法，这是原来胡亚飞所没有的。哦哦，应该说从第二回合开始到现在，整个的比赛状态真的非常的精彩。哎，没错，把鲨鱼狼的这种进攻遏制住了。嗯，鲨鱼狼是反架，胡亚飞是正架，两个人应该是胡亚飞的右手和鲨鱼狼的左手是整个比赛的制胜关键。是，而且呢，我们感觉到这个胡亚飞的他的这个比赛的冲击力以及自己这个好胜心的这个对于这个场比赛胜利的渴求。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了鲨鱼狼呢，确实是稳扎稳打，状态也非常的这个淡定，有效性非常高。鲨鱼狼的拳法几乎命中率，我们目测一下，大概有七成。嗯。而且一个优秀的选手，他的这个打击的有效率呢，确实是非常高的。如果说呢，这个在这个比赛当中呢，无谓的地方消耗体力，这样的话，对于比赛来说，对于选手来说呢，都是不可。哦，鲨鱼狼连击。鲨鱼狼给我们的感觉，并没有把力使足来打这个拳。扫踢。开始最擅长也认为最安全的动作就是他们的扫踢。四大拳王鲨鱼狼、消杀狂、波球和亚桑克莱都是非常擅长这个动作，而尤以波球的这个扫踢呢是最具有观赏性的。哦哦，前手的鲨鱼狼前后手扫踢，鲨鱼狼防守还是很严密的。从目前看呀，没有太大的漏洞。哎，虽然那个胡亚飞的这个进攻啊，这个不断啊，雨打沙滩一般，但是呢，这个并没有这个给鲨鱼狼造成很大的影响。鲨鱼狼严守。依然是一个乱战啊。嗯。胡亚飞已经摆脱了他原来的只擅长打远距离和中远的这种风格，但是打的很多后手没打进去，漂亮，这一下非常漂亮，连续的几个都是有效的打击，双方的这个互拼拳的这个非常惨烈，但是其实这也是我们期望看到的。哎，没错，现在第三回合这个泰拳首回合了啊，第三回合鲨鱼狼肯定会尽全力以扩大自己的优势。现在是第三回合，应该说呢，对于胡亚飞来说呢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考验。在前两轮当中呢，我们感觉到鲨鱼狼呢好像是有力有心的，是在积蓄着这个能量，你看看。哦，上来之后就不一样了。鲨鱼狼在最近的比赛是9月17号泰赛中在俄罗斯战胜了罗曼，实现了自己的8连胜。那么他现在正是这种攻势如潮的时候。而且第三回合胡亚飞一直以来暴露的问题就是自己第三回合的体能
和对场下教练的这个耳音能不能听得进去。对，这是胡亚飞的一个弱点哈，在比赛过程当中教练的指挥的一些声音他好像听不到耳朵里，特别是体能下降了以后这个问题会尤为明显，会有影响。胡亚飞开始进攻，有一些搂抱了，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好的信号。对，有这个信号出现就证明呢体能出现问题，有一些反击和调整的机会了。胡亚飞应该继续保持自己的这个高密度的击拳，哦，下面的这个教练团队已经彻底沸腾了，恨不得上来替胡亚飞把这场比赛打下来。没错，哦，左右连续的直拳接左腿的扫踢，这时候正架反架打的话是后手决定胜负的。后腿扫踢还一个，两个人拼拳顶膝，哇，狼王依然很稳健。前手平攻，胡亚飞后手直拳扫踢平攻。哦，确实能感觉到胡亚飞的这个体能啊确实是有所下降，不过狼王的表现还是很淡定啊。对，整个从第一局到现在一直给人的感觉就比较稳。没错，特别是这种高水平的泰拳手，他对于体能的分配几乎是一个这个很精细化的一个过程。在第三回我们可以看到狼王的表现包括自己的呼吸都依然保持很稳定的状态。对，其实这一点也是我们的选手需要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没错，胡亚飞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自己最喜欢的这个高位的双飞和旋风劈了。对，跟一个泰拳手打内围打中近的话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胡亚飞的密度下去了，哦，好，严守扫踢。二号裁判员29-29，三号裁判员29-29，平局加赛一局。这场这个比赛太残酷了，对于胡亚飞来说现在的胜算天平正在一点一点的往对方身上倾斜，是因为自己在第三回合已经表现出来了。说泰拳的如果说纯粹泰拳打法应该是五局，哎，五局的打法，而对于鲨鱼郎来说呢他应该更习惯更习惯、哎、
时间往后拖，而且呢，应该我们从刚才这个状态看，鲨鱼郎整个的状态还是非常稳健、非常稳定的，而他的这个体能啊，应该说呢，分配的也非常的合理。没错，没错。那这一局胡亚飞是不是应该调整一下他的战术了？如果胡亚飞不抢攻的话，会被鲨鱼郎全面压制住。如果胡亚飞抢攻的话，他的体能储备是不是会受到很大问题？这个是我们一个两难的选择。但其实我觉得对于胡亚飞来说呢，前面三局打成平双飞，哇，已经对于胡亚飞来说，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一种坚持了。哎，没错。而现在呢，最后这一轮，我倒觉得不妨你可以试试放手一搏。对，没有包袱了，没有包袱，和这样的高手来这样的一个较量，我们来看看到底我们差距在哪。就彻底放开打可能会更好。任何时候放下包袱、放下担子，肯定是表现最好的。但是胡亚飞能不能做到？大泰拳王好像我印象中除了亚桑克莱已经都在这个武林风的擂台上露过面了。是的。哦，跳膝以后的后摆拳击中。好，胡亚飞连击，非常漂亮，对方躲开了，拳路过于单一了，是左右的摆拳，对方的一个低位的摇臂就过去了。这对于这个经验非常丰富的鲨鱼郎来说呢，他可以选择非常从容的时间来去考虑怎么样躲避。鲨鱼郎的拳法接膝法的这个组合会为自己获得更多的这个技巧分数。而且现在看呢，鲨鱼郎确实他在这个拳腿的组合上呢确实更胜一筹，完整。嗯，但是我们看到他的拳路绝大多数还是选择的这种泰拳的拳路，以重击为主。胡亚飞还有时间，看看胡亚飞能不能有更好的发挥。如果再这样搂抱下去，对胡亚飞不利。胡亚飞没有吸，我们看到，是只要一进入内围，自己就停止了任何的进攻。这样的话，会对裁判的判罚产生一定影响。只要进入内围，你就消极的这样的一个印象。摆拳。胡亚飞现在不往里进了。现在胡亚飞的教练比胡亚飞还要着急，整个场下的教练团队已经沸腾了，是不管是中方的还是泰方的教练已经声嘶力竭了。在对，但是其实此时此刻与他形成反差的是现场的观众，确实都在屏息凝神的等待着下一秒会不会有更精彩的出现，没错，等待着胡亚飞有没有更好的发挥。现在狼王的整个进攻还是保持着以控制为主。哦，后手两次，胡亚飞现在有点犹豫，是不是因为体能下降？哎呀，十秒钟，又可以松一口气了。哎呀，这场比赛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不管选手还是我们压力都非常的大。没错，狼王在第四回合不出意料的表现的连击组合数是比较好的，是而且在最后一回合的比赛当中呢，明显能感觉到气氛真的是非常压抑，也非常的紧张。没错，我为胡亚飞捏一把汗，我们都这么紧张，可想而知面对着狼王的胡亚飞就承受多大的压力。看一下慢镜慢放，前手平勾，跳膝，后手摆拳。比赛我们可以看到狼王要比胡亚飞经验上的确是这样，在整个的比赛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狼王从第一回合表现的优势并不那么大，被胡亚飞压制，一直到第四回合扳回整个的天平，下面宣布比赛结果，都体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经验。决胜局判分如下，一号裁判员9-10，二号裁判员9-10，三号裁判员9-10，
比赛结果，蓝方胜。我都看着。喂，蓝方鲨鱼狼获胜。有请颁奖嘉宾河南卫视副总监吴立新先生为鲨鱼狼颁奖。感谢颁奖嘉宾，掌声鼓励鲨鱼狼。我们也祝贺鲨鱼狼哈，这是一场牵动着很多人心的一场比赛，终于落下帷幕了。其实不管输赢，我觉得对胡亚飞来讲都是一次很好的历练啊。胡亚飞展现出来了自己远超于以前自己的这种状态，由于鲨鱼狼强敌的出现呢，让胡亚飞自己在拳法连击和拳腿连击以及中近距离中距离的表现呢，也表现出了超越以往胡亚飞的表现。是，而且我觉得这场比赛能够淋漓尽致的体现两个选手不同的风格，胡亚飞的冲击力，胡亚飞的这个好胜心，对胜利的渴望，以及我们看到了鲨鱼狼稳扎稳打的这个大将的风范。所以说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我们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说都有精彩的收获。没错，那接下来的比赛呢，将更加精彩，也是更加牵动我们心的一场比赛，那就是今天四人战的决赛了。四人战今天真是这个戏剧化迭起啊！龙拉威跟高俊呢，可以说是险胜，在一个分歧性判定中拿到了这个入场券。而彼得科维奇呢，在跟魏宁辉的对战中，由于魏宁辉的体重超重，导致魏宁辉只能以 KO 的方式才能进入比赛。彼得科维奇用尽任何的战术呢，最后保证了自己的全身而退，而拿到了这场比赛的一场入场券。可以说这场比赛的入场券已经确定是在外国选手中出现了。 是的，那接下来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两位进入决赛选手在半决赛当中的表现，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是龙拉威班柴明，龙拉威和这个高俊呢，高俊在第一回合表现的这个侧踹腿呢非常的惊艳，给我们这种眼前一亮的感觉。但是在后面呢，龙拉威的用自己这个称号一样的绝命腿啊，一直在跟对方进行重击的连击这就是我们在前刚才说到的，一个是频率更高，一个是重击更多，最后裁判更倾向于重击更多的龙拉威进入了比赛。是，而且呢，这个在整个比赛当中呢，明显感觉到龙拉威呢，就为自己的后面的比赛好像蓄了很多的能量和体力。我们也希望是这么想吧。因为相对于自己的表兄这个波球班柴明呢，这位选手的确没有那么的犀利。后面的比赛蓄力呢，我们龙拉威在一会儿的比赛当中，我们就能够完完整整的看到了非常朴实的一张面孔。他现在已经在为这个决赛做准备了，在等待着决赛的开始。龙拉威之后呢，是魏宁辉和彼得科维奇的比赛啊，在那场比赛中，我们可以说只能用遗憾二字来表达了。对，因为在那场比赛当中是超重扣分，超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劣势，而且呢，彼得科维奇、马克西姆也是非常合理的运用了规则。没错，小胖魏宁辉由于胖了1.5公斤，在比赛中只给对方造成了，我印象中应该是一次读秒，对，击中了下巴和这个颈部。没有造成更多的比那个伤害，所以没有办法。而自己在出前后手的时候呢，由于自己的防守不力，还被对方击倒了两次。虽然没有被读秒，但也会被裁判设定为印象分。无论怎么样吧，这场根本就不看点数的比赛呢，魏宁辉失去了，所以这场比赛会在泰国和白俄罗斯之间出现。好，两位选手呢，现在都做好了这个充分的准备，我们的决赛呢也即将开始。在决赛开始之前，先进一段广告。武林风再掀秋季风暴。泰拳王龙拉威是夺 WLF 63公斤世界王者金腰带分站冠军，谁是狙击王者们的中国勇士？精彩比赛马上播出。2015，武僧一龙携中国勇士再踏新西兰之魔界征途。2015，功夫泰斗林正川在新西兰推广中国武术40周年，新西兰全冠军阵容重炮狙击，中国勇士铁血雷霆尽显本色，每一分都充满期待，
每一刻都惊心动魄，十场魔力四射的擂台比拼，一次新生代力量的全面对决。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新西兰站，三期节目重装呈现。瓦岗寨旁，大运河畔，武林英雄再起烽烟。10月17日，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华州古城再现隋唐英雄气。咨询电话0372-8196-999，5222-225。武林风训练营全国选拔正式启动。如果你想成为世界功夫巨星，如果你想和中国勇士并肩战斗，请拨打0371-5671-1266。全新征程，秘密开启。现在请大家跟我一块进入中方运动员的休息室，来看一下现在的情况如何。郭杰大炮唐飞，郭西闯赛前放松，赛前放松。武林风特别著名的运动员，大家对董文飞已经非常非常的熟悉了。看看我们这个武林风最门选手吉祥阿呆，很快很快啊。第二句刚开始我起，后来没起来你那个了，后来你怎么弄了。全新一代决战广州，2014年新人王刘勇痛失金腰带，再战擂台。武林小将周一蓄势待发，迎战强敌，谁能夺得晋级资格，赢取金腰带？10月4日，全新一代，敬请期待。好的，观众朋友们，下面我们将进行的是 WLF 男子63公斤级世界16人战的第三分站赛的决赛。那么来自泰国的龙拉威和来自意大利的彼得科维奇马克西姆然后晋级了决赛。那么同时要告诉您的话，在这场决赛结束之后，在中国至今未尝败绩的新西兰重量级拳王托尼将迎来在中国的第三场比赛。那好了，我们有请晋级决赛的两位登场，有请龙拉威、彼得科维奇、马克西姆。RF 男子63公斤级世界16人战第三分站赛决赛现在开始。第五站的决赛已经要开始了，来自泰国的绝命腿龙拉威对阵来自白俄罗斯的彼得科维奇马克。接下来呢，将会是今天晚上我们期待的这一场决赛了。虽然在这个刚才的这个16人战这个半决赛当中的两位中国选手呢，都遗憾的输掉了比赛，但是呢，接下来的两位依然会要决出今天晚上这个分站赛的冠军。当然，两位选手呢，这个风格迥异，从外形上、身材上，好像真的是两个世界的人。没错，一个是这个低壮型的，一个是高瘦型的。龙拉威绝命腿啊，但是自己的这个身高跟对方差的特别多，也就是说自己的这个腿的长度应该跟对方差的也比较多。是，哎，而对方呢，擅长打点、擅长控制的这位选手呢，正好拿到了自己比较高的这个身高的话，这样的话对龙拉威打进来是比较不利的。就强这个爆发力如这个魏宁辉都没有将对方拿下，就是因为对方的这个控制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如果跟龙拉威这样的选手打内围缠抱的话，我相信彼得科维奇应该是不如龙拉威在内围上的造诣的。
而两位选手呢，其实呢年龄呢差的也不少。那个龙拉威呢是1989年，而比特科维奇呢是1996年。只是一个年轻，一个很年轻的区别。而从这个面相来看，龙拉威长得比较成熟啊。对，刚才我也说了，长得有点着急。一年 MTA 的冠军，12年 BBTV 的7的冠军，都停留在125-126磅这个样子，而这次是63公斤，也正好是自己这个表现出色的这样的一个级别。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龙拉威拿到的这两个冠军都是在泰国本土，那么在泰国本土呢，绝大多数会以泰对泰的这样的方式出现，对，所以可能自己面对这种个头比较高的选手啊，不是特别多，而高成这个样的选手呢，更是比较难得。在63公斤级这个级别里边，像比特科维奇这种高个儿已经比较难找。而且龙拉威的这个打法，其实我觉得从观众的角度来讲呢，看起来让人有点着急，没有太强的观赏性。对，打法过于稳健。他呢是一种给人一种特肉头的一种状态。从今天的整个感觉，我们研究过他原来的这个视频啊，但是感觉今天比平时更加的这个松散，感觉整个表现。要说龙拉威算是这个泰拳名家一门四杰啊，波球班禅明、龙拉威班禅明、吉拉班禅明和美国拳王麦拉佩，这都是他们一家的各种表兄堂兄的这个关系啊。这刚才呢，这个我们这个就在这个聊了半天，终于有一会儿啊，这个速度和节奏上来了那么一下啊，然后接着又回到了现在这个状态啊，松散的状态啊，没错。那他这个松散的状态可以解读为是比较自信吗？我个人觉得可能是没有找到这个擂台的那个契合自己的点。但是龙拉威在这个 K1 World， 也就是新 K1 里边表现的也是以这种稳健重击为主要进攻方式。这样的一场63公斤级，就是在拼，谁更加不主动一些，因为双方都不是非常的主动。是。作为这个比特科维奇，他是不太敢打进去，因为龙拉威有非常重的重击。但作为龙拉威来说，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太想打进去。这个用我们这俗话呀，有点像这个马杆打狼，两头害怕。哎，没错。这双方呢都有所忌惮，又不敢那个完全发挥啊。所以两位在拼谁不主动啊。扫踢被对方防住了。Signal.这是4人战决赛的第二局比赛了，在这里呢，我也插一个广告哈，我们下个月的直播时间是11月7日，地点呢是在辽宁的鞍山，请大家关注我们的票务垂询电话。在上一回合呀，这个让我们觉得他，哎呦，龙拉威终于愤怒了。龙拉威，你要是再不愤怒啊，我是我们观众就愤怒。龙拉威终于爆发了，老实巴交的龙拉威在长期压抑的情况下终于爆发了。你刚才呢是把这大块头的这个马克西姆直接抱起来，重重的摔在地上。但是说一句规则内的话，这个是绝对禁止的。所以说这个也就属于我们这个看着过瘾，是看着解气。哎，没错，这个其实规则当中不计分啊，你这个。也只是从观赏性上我们看好，好像比赛终于有一个爆点了。我们看马克西姆的表现还是很出色，一直保持着脚步的移动，这样龙拉威没有一个固定的靶子可打。
的确双方的这个身高我们从视角上粗略估计是差一头啊，是啊，就是将近10公分。对，也就是说如果是俩人这个平时的生活中聊天啊，一定是这个龙阿威扬着头，这个跟这个颈椎病，对就相当于这个我在这跟姚明聊天是一个状态。对，没错。但是其实这会儿呢，从我的状态上来讲呢，我都更愿意给这个彼得克辛马克辛姆加油，然后呢把这个龙阿威的这个怒火呢赶紧的潦草出来。马克辛姆的确是你这话音未落，马克辛姆已经连着击打了两轮龙拉维了，他似乎听到了你在为他加油的声音。哎，好吧，马克辛姆加油。龙拉维目前的打法过于单一，就是这个后腿的扫踢表现得不错。我们看这个马克辛姆其实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的，特别是在超近距离的这个内围的缠抱，虽然他的顶膝其实并不太犀利，但是他也可以控制的对方很难进攻。啊，对方你看马克辛姆一直保持这个游走的话，龙拉威是很难打定点进攻的。脚步好的选手啊，就会让我们感觉抓不住。好，刚才啊两个人这对峙啊，我觉得有时候特别像这个就民间两个人斗气啊，就是你打我，对，你打我呀，哎你打不着，你打我呀，哎你打不着，哎你去哪儿了，哎你管我去哪儿了。现在龙拉威需要的是把对方挤在这个边角里边进行致命的打击，但是马克西姆现在的很清楚，只要你敢进中近距离，我马上就缠抱你，我也不进攻，这样的话我的拳法比你的命中率高，那这样我就想这样拿下。看这连续的进攻，就是因为龙拉菲连射程都没有，是对方只是打这种前直，用自己的前拳面去戳对方，那这样的话龙拉菲根本打不到对方。我们看后直前刺，三回合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两位谁能够争夺世界功夫王者63公斤及16人战最终决战的这个席位哈，这是最关键性的一回合了。双方一上来进入泰拳手回合，那龙拉威应该心里更有底，是刚才从这个表情上啊还似乎的有那么一些些挑衅哈。哎没错，但是事实上就是又来哦。龙拉威很可爱，好像看起来态度很诚恳的样子。从他的表情来看，摔伤了。刚才应该是摔倒的时候，对方手支地摔上了，摔伤了。但是给我感觉特别，我觉得这个龙拉威特别像一个调皮的小孩儿。没错。然后老师在说他的时候，他说：“哎呀，老师，我错了，对不起。”龙拉威现在其实也是比较难选择自己的重击呢，在对方的这种密度很高的拳法里边很难出现有效的打击，但如果不出重击的话，跟对方拼密度，自己的这个臂展又是极其的劣势。但是为什么他感觉反而更加的放松了呢？因为在第三回合作为泰拳手来说，相当于我们碰到了第二回合啊，我们的体能储备是很足的，这一点是他的优势。没错，而且我们要不能忽略的一点就是龙拉威在前面的比赛中可是跟高俊打满了三回合，而彼得科维奇是跑了三回合，在跟魏宁辉的进攻中呢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游走，所以在体能消耗上应该是这个龙拉威略微大一点。我们看他的教练的手势，就是让他一直环绕着绕吧，对，来绕吧。这个不能说是
什么不对的地方，但是从这个观赏性上来看，差点意思。越来越还意思，来吧，越来越朝这儿来，越来越在挑衅、啊。两个人的这个随着多余动作的增加啊，这场第三回合的比赛就会越来越不激烈。那为什么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多余的动作？是两位是体能的消耗，下降，另外对对方的拳路其实有点咬不动、捏不住的感觉。是，互相呢也打不进去，也觉得没有什么办法。突然的后手之拳，就会想，怎么办呢？这场比赛，我们这不就这么耗的是吗？这场比赛对龙拉威来说其实并不是非常有利，有重击，但是有效打击数应该是没有对方多。还有十秒，可以说相对我们前两站的威瑞和10-27，二号裁判员30-27，三号裁判员30-27，比赛结果红方胜 ，The winner red corner， 龙拉威获胜。龙拉威晋级决赛将在12月5日和我们11月7日决出的第四分段赛的冠军一起来决出 WLF 男子63公斤级16人战。世界公务之王的总冠军，在12月5日，我们将为您现场直播。掌声欢送龙拉威。龙拉威其实挺可爱的，是吧？是，真的，这个挺有意思。就是其实他在比赛当中，我们他可以把这个运动员在场上比赛当中这种情绪告诉大家，就是我现在是这么一个情绪，是吧？我打累了，或者说你不行，你过来，你踢我没事儿。但是你看，我们很多运动员是不太善于表达这个，就是我疼我也忍着，我就烦你我也忍着，是吧？这样也挺好玩的，就是有点像一个无声的哑剧比赛一样。好，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的这一场中国队新西兰男子90公斤级的比赛，你也是下面将要登场的这一位，在中国目前没有败绩，我们有请来自新西兰托尼。Hello everyone, I am Tony Angelo from New Zealand. When I was younger, I used to watch a lot of kung fu movies featuring Jet Li, Jackie Chan.And I started to practice Thai boxing with Master Sifu Phillip Lam. And now I'm here in China to fight. Kickboxing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my life. When I was younger, it kept me out of trouble and gave me a positive attitude. I believe it can help many young people.
Pony。周威，刚才短片当中介绍过了，这个托尼曾经打败过郭强，郭强和周威是好朋友，郭强这回专门来到现场给周威做助理，就是说他跟周威说，如果你要是替我打败了托尼，替我报了仇，这一个礼拜在郑州的吃喝玩他全包了。我们有请周威。喂，场上裁判员陈磊，比赛现在开始。观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十月份武林风精彩不断，十月十号武林风将走进葡萄牙，十月十七日武林风将走进河南滑县，十月二十四日武林风将第二次走进香港。那现在进行的呢是一场九十公斤级的超级战，来自中国周威对抗来自新西兰的托尼。那刚才呢，其实我们的主持人也说了，今天呢周威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身边带的这位助理呢，大家非常熟悉郭强，看看周威啊，是不是能够这个痛痛快快的赢得这个他们俩之间的小赌注？啊，这个托尼呢，在中国目前是无败啊，战胜了郭强和尹鹏森，而且绝大多数胜利是以自己的这个 KO 终结的啊，力量非常的好。他的对手周威呢，这次这个全带着自己朋友和自己的信念啊，是啊，身负重任，没错，但是在身高上呢，周威比对方要低一些，我们可以从这个镜头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对，数据上啊，就是托尼是1米88，周威是1米85啊，但是其实我们从目测上来看，好像两人不止3厘米的差距啊。对对对，没错，90公斤的这个比赛中呢，双方随意的一次重击都可能导致整个战局的这个扭转。周威刚才我们看到了一顿拳法的连击呢，密度非常大，但是有效打击数并不是很高，有差不多一半的这个拳法都打在了对方的防御手套上。好，双方连击。短片当中托尼也说了，今天依然是想以 KO 结束比赛。给我的感觉就是周威的这个抗架能力也是非常的不错的，相对于郭强来说，可能没有郭强那么凶狠的这个大太腐式的低扫腿啊，但是周威多了两个非常强悍的拳法。哦，
在我们的镜头中，可能您对这个整个的感觉并不是那么明显。但实际上，如果这两个选手，任何一个选手站在我们面前，都会看感觉有一种泰山要倒的那种压迫感。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在这个双方击打的时候啊，就肢体在碰撞的时候，这个漂亮，连续的进攻是。他们在这个双方击打的时候，这个声音啊，真的比其他的量级的声音都要大很多。没错，步伐在震动的时候，整个擂台也都在晃动。周围现在打了几轮的连击，在有效打击和旗面压制上肯定是要比对方好一些。就是我担心的就是周围的体能能持续多久。周围目前表示的是极其有斗志的一种表现。对，因为憋着赢饭的嘛。嗯，对，一周在郑州的接待住玩是、所以说呢，这不管是自己的荣誉也好，还是朋友的荣誉也好，其实对于周围来说，这场比赛打起来呢，可能他的动力更多一些。没错没错，看对方的后手接前手，因为双方是正反架，所以后手比较重要。那周围的连击，我们看其实有很多次都打在了防御手套上。第二回合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一回合的比赛当中呢，其实双方呢应该说呢各有千秋，而在第二回合上来之后呢，我们马上发现这个速率啊，进攻的这个强度呢是明显在提高的，而且呢我们也能感觉到周威啊，在这一回合开始也和上回合开始一样，这个头三板斧打得非常的响亮。这会儿呢，双方呢又再次回到了这种僵持的状态，因为刚才其实也说了，在这个量级当中的任何一次失误或者任何一次重击没有防御到，都有可能会对比赛的最终的局势呢造成一个扭转。周围目前对整个局面还是处于这个压制情况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拳法的有效打击上呢，对方实际上差的并不多，甚至要比周围的有效打击还要高一点。因为虽然我们在场面上看，防守能力也是挺强的。对对对对对，防守还是非常严密的啊。因为觉得场面上看是周威在压制，但是其实呢，他的这个刚才这个严博也说了，他的打在了手套上，都是在拳套，都是在对方的防御攻势上。就说虽然好像如果说阵地战的话，对方的阵地上炮弹一直在密集的炸开，但是对方的防御攻势并没有被完全的催开。哎，没错。周威的如果能保持着一直的这种进攻态势呢，实际上对对方的压力是极大的，但是对方。如果有几次重击打到周围，我们发现周围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当对方进攻你的时候，自己的两个手马上就抱起来了，抱起来以后就会停止自己的进攻。对，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对方把攻势遏制了。后手击中了，连续因为我们的比赛呢，不只是看比赛的打击有效性，还有重击数对局面的控制。那么在局面控制上，周威是妥妥的，现在是控制着整个的局面。扫踢，周威这次的体能储备要比原来的比赛要好得多。我觉得可能有这个郭强在整个赛前许愿的这个能量在里面。
我估计赛前，郭强对周薇的照顾就已经很好了。没错，让他吃点甜的。对，这样的话，这个精神会更加集中一点。所以说呢，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比赛呀，虽然是好像是对抗，但是比赛之外的小花絮啊，我觉得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没错，周薇的连击的这个整个的态势非常的迅猛啊，慢慢的已经打开了托尼的防御。希望周薇可以保持下一回合还有这样的攻势。这是双方的互拼拳，托尼的拳法呢比较冷脆，但是周薇的这种全面的压制的拳法呢，也让托尼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办法。对，特别是慢慢的托尼的体能下降了以后，防守开始松懈了，周薇的有效打击就上去了。后一回合，看周薇能不能保持住这种充沛的体能。因为周薇是一个反架，在这个整个进攻中呢，只要自己的后手多出，这样的话才能给对方更多的这种杀伤。哦，连续重击，哦，直接突入了对方的内围的开把。周薇的打法与其说是搏击打法，倒不如说更像拳击的感觉。但是呢，这个我们就总会感觉啊，这个打这种，哦，又憋进去了，哦，又开始了，一套一套的连击呢，这个压力是极大的。是，虽然我们说哈，好像是这个对方是在防御，防御阵势架的也好，但是呢。我们说这个老说这双拳难敌四手，好虎架不住群狼，连击打进去了。如果一直保持这样的高压态势的话，对方其实不管是心理上还是体力上都是一个巨大的消耗。是，这是我们头一次看到托尼的面上出现这种对自己失望的表情，面露难色，现在是。而且到目前来看，周薇的体能也是没问题的。看来这个一周的承诺还是非常的有效啊，这个动力非常的强。周薇的这种坦克式的推进让对方有点难以下嘴，是从这个整个比赛上来看，确实周薇呢确实是在控制着比赛的场面和节奏，从这个压迫性上主动性上是很明显的有优势。托尼的体能也下降得很快了，现在就是拼毅力的时候了，起码周薇的两个手抱的还是比较高。对，托尼的手已经掉得很严重了，已经放下来了。那所以有的时候呢，在最后啊，就看看最后这个牙关是不是真的能咬紧。但有时候可能我们觉得从旁观角度来讲啊，觉得好像觉得好轻松，但是呢真正在擂台上对抗的时候，对状态和心态是完全的另外一种心理。而且当你没有体能的时候，每一秒钟你都会觉得只有几盎司的时候，像拿着一块铁砖一样的感觉。虽然我们在聊天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但是其实在台上一分一秒非常艰难啊。周薇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的漂亮。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9-28，二号裁判员29-28，三号裁判员29-28，比赛结果红方胜，红方周威获胜。有请河南卫视副总监吴立金先生为周威颁奖。感谢颁奖嘉宾，掌声送给周威。好，郭强记者这一个礼拜的吃喝玩乐。好的，朋友们，11月7日武林风的环球全国争霸赛走进辽宁鞍山，感谢您的支持。10月7号，河南卫视，不见不散，再见。这是一次横跨海洋的王者之战。2015年，中国勇士首次征战澳大利亚，孙伟强客场作战，遭遇强敌，现场险象环生。刘大成全力对抗嚣张对手，擂台突发状况，公演里面临最强挑战，不败战绩能否保持？10月10日晚9:15，武林风悉尼站，血战太平洋，敬请期待。2015武僧一龙携中国勇士再踏新西兰之魔界征途。2015功夫泰斗林正川在新西兰推广中国武术40周年，新西兰全冠军阵容重炮狙击，中国勇士铁血雷霆尽显本色。文化卫视，乘船闻名，这里是河南卫视。